周星哲的一种感觉，讲一下你今天出席这个活动的心得。好，我试试看，我临摹一下。好，我用全银加配，筹码全赢加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希望不要被告，就被告。哎，到底会不会？这真的不好说。大西亚时代二选手小卡比说要出席全家便利商店全赢周年庆活动，站在吉祥物嘟嘟身旁，嗯，怎么好像有点撞脸？有爱心的感觉吗？有两个长得很像，两个长得很像，是不是？你们可以称兄道弟了，有没有？有人要跟我打卡吗？这冰淇淋很好吃哦。现在的我有冰淇淋，快点过来一起跟我吃冰淇淋，好吃呢。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因为算是我第一次以比较艺人的身份，然后在那边跟大家互动，然后大家拍照来，而且其实看到每个人脸上都非常的开心，吃个冰淇淋，吹个冷气，然后跟嘟嘟还有我拍照这样。最近有你吗？还只想跟嘟嘟？没关系，我不在。我就看到你很可惜，因为没有看到你的表演。哈，没有看到我的表演。哎，其实今天来到这边我真的开心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。他们全部都在这边，有哎，旁边还有嘟嘟一起chill。他们今天天气非常热，吃着冰淇淋，哎，然后啊，觉得今天有点热啊，有点热。但今天你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是不是是要帮谁庆祝啊？哦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可以帮全银加配的一周年，5月31号到6月27号，单笔满200元可以集一个章。满3个章可以送100元红利金，而且不止这样，你的每一笔消费还可以加抽10万元的全家红利金哦。而且现在只要注册全银加配，你就可以享有会员6好康。除了全家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呢？哎，我其实都把它写在歌词里面，像是屈臣氏啊、VMO、清新福泉、万家通路都可以消费啊，可以上官网查询哦。小卡比跟全银加配合作，是不是？你们还有推出一首歌？没错，叫做 No Pay No Chill。现在在我的 IG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查到这一首歌，全家也可以看到。全银加配，筹码全银加倍，睡享无限每一天，发点翻倍。我是高级玩家，才会超喜欢他，身上不用现金还能到处乱刷，方便同时跟优惠。慢慢注册即享6大好康，不管是出资金、点数、咖啡，统统送给你，还不赶快收到下载起来？完全乐采访报道，还价我在货比三家。哦，谢谢小哈比，谢谢。完全娱乐。不要，一三个。